希望哪些场景跟画面？因为我其实蛮喜欢他那一首歌，叫《整理房间》。整理房间。对，然后他那首歌有陪伴我一点点这个失恋的过程，有故事。对，基本上我失恋的时间也不多，对，但失恋的次数很多，是哦，很密集、很频繁的。我们垮了，没有给记者拍到我，你们垮了。不要这样子双手放着，这样很像是旁不要旁位，我很尊敬他。旁六，那我们请把画面切成黑白的，我们收起嬉笑怒骂，好不好？慢慢慢慢，严肃一点。好，我们连线。出发其实蛮难的，是。当初我跟他说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我请他再回来追求自己的梦想，我觉得这个勇气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。